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的一个腿部啊，大家从这个是从后面来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大腿这个地方啊，不是只是一块肌肉而已啊，它有好多块的那样的一个肌肉，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一个合作来进行我们需要去进行的那样的一个活动。大腿是这样子，小腿也是这样子啊，各有不同的一个肌肉，它的一个走向还有它的深浅度不一样。譬如说从比较表浅来看的时候，这是我们大腿后面最长一块的那样的一个，好像那个萝卜干那样的一个凸出来的一个状况，有些人对这个也非常介意啊。其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肌肉群啊。再往底下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比较扁平的这样的一个肌肉，那这两块的那个汇合，最后会形成这个我们阿基里斯腱，也就是我们在脚踝那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腱。所以肌肉本身的一个存在，不是只是靠肌肉去发挥它功能，它要靠骨头，它要把肌肉后来所形成的一个肌腱，它的一个韧性，它的一个强韧度密度比较高的一个状况之下，能够跟骨头做一个结合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力道才有办法施展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精巧的一个设计啊。那么这里也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不是血管，不是神经啊，这也是一块肌肉，但是最主要是肌腱的部分啊，从大腿一直到脚部这个地方来。所以整个脚部、整个大腿，或者是我们讲整个身体，其实每一个地方的一个肌肉群呢，它都有非常和谐，然后复杂，但是呢，背后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么多的一个肌肉，我们要多动啊！我们如果不动，用进废退啊！不动的时候，这肌肉的一个萎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所以提到小腿的一个肌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腿，在这个画作里面很特殊的，你会觉得怪怪的。这小腿脚在这个地方，一个人一个面具在主要的一个位置啊。那小腿为什么一个人也只有两个？小腿啊，为什么有四只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个画家本身就是画出来画作解释半天，有时候我们也读不太懂的。保罗·克利，瑞士的一位画家，二十世纪啊，那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面具，像嘉年华的一个面具，但是他的下的标语是忧郁恐惧的面具啊。忧郁恐惧的面具啊，到底是吗？可能他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这些忧郁恐惧等等，其实都是艺术本身非常重要的题材。我们画的不是只是说心情很开朗的时候，有时候心情啊戴着那个面具，背后是很恐惧忧郁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就是也是艺术要去呈现的地方啊。所以艺术要呈现，那就面具就好，干嘛来两个小腿四只小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最主要他讲这是艺术的时候，背后就有很多人去支撑啊，所以就画出两个人来，都代表很多人一起要去负担那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啊，让大众能够更了解艺术本身的内涵。所以这位画家这个确实啊，丰富度，心灵的丰富度啊，非常饱满。好，我们给大家在您在心中再想一个影像，这位画家讲画天使的时候会画成什么样子？天使，好，那天使不就这样子啊？一定是这样子啊，天真无邪，然后一定有个翅膀在那样的位置啊，那又是小孩子，所以彰显出那个小天使的那个纯真度会非常深刻。这是拉斐尔画的天使。那么比较变形的天使，像这样子，这也是天使，但是拿的是枪或者刀的，在那个时代，这是西班牙的天使啊，那个比较靠近现代的一个画家，所以有点变形。好，再把保罗·克利画的天使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什么天，什么跟什么天使啊？怎么可能这是天使啊？也有翅膀哦，这有翅膀哦，啊，还有这个笑容啊，也略略有啊。所以你说他不是天使，也可以说是天使啊。他为什么说是这个是天使？他说这天使关心了这个地方以后，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啊，好像还不错，所以有点表情，然后拍拍翅膀，
不是拍拍屁股，拍拍翅膀要走了，天使关心关怀的已经结束了，要离开的意思啊？哎，是不是这样解释啊？他其实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天使的画作跟这个很像。这位叫华特·班杰明，一个当时的一个哲学家，那么表示啊，哎，这哲学家是天使，哎，也不错，那也可以。可是这个华特·班杰明，他把这个天使啊，把它怎么解读啊？他说，这个为什么翅膀啊，被张开啊，就是一阵强风吹过来，让这个翅膀没办法正常的运作，所以这个天使离不开这个地方啊。那谁把它困住？就是所谓的进步，所谓的文明，把这个天使困住。哇，这哲学家想的又更是让人家匪夷所思啊！哎，确实，是到底什么是进步，什么是文明啊？我们也要好好去深思，而不是把文明跟文化两个之间做这个等义字这样的一个推展的不一样。所以保罗克利他把这种所谓的发明啦、文明天使这种思绪的一个变动，就是在天上跟人间之间交汇出来的某一些想法或者是心绪，那么在成型的过程中，这个就是所谓的进步的动力啊，或者是天使的那样的另外的一个呈现的一个风貌啊，哇，这确实很复杂。不过我们谈到心绪啊，有时候或者是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形体的这些情形的时候，背后的一个因素，我们绝对要考量。6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突然间一边的肌肉无力，然后思绪有点怪怪的，早上7点。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相对是比较危险的时刻，7点到8点就好了，那么好了不就没事吗？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一直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颈动脉在这样的位置啊，那么它的一个颈动脉狭小了，所以血流有时候过不去就会引起短暂性的这个脑缺血啊，那样的类似小中风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让血流供应不够。那过一阵子血流越好的时候，他已经习惯血流不太够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哎，他慢慢的他也会恢复的状况。但是这个表示未来发生同样状况或者未来更严重的情形，他可能会变成真正的中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警示。警示的时候就要请神经科的医师啊，好好做一些检查，然后做这个颈部超音波的一个检查，这个动脉。透过这个超音波的探头，我们就可以去很清楚的看到那个颈部的动脉、内颈动脉、外颈动脉，这个颈部的动脉它的一个变化到底如何，它的大小有没有些什么改变，它的一个范围是缩小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哎，这个都后续要不要吃药、要不要开刀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啊。一个7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右眼。这个画的是左眼哈，右眼突然间看不见，一个眼睛看不见，这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那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啊？我们眼睛本身要发挥它功能，不是只是结构眼球的结构去发挥它的功能以外，它还有血管支配的一个血管，这也是从我们脖子这个地方的一个颈动脉过来的，内颈动脉过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还好，这个也是几十秒钟以后就恢复正常，这个也是。颈动脉的狭窄的一个问题啊，一个6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出现这样子头晕得很厉害，就是房子在旋转的那种晕啊，晕眩的一个状况，几个月来已经出现有2次的一个状况，后来也是一下过一阵子就好。这个神经科的医师啊，一来啊，给她做什么呢？拿听诊器，不是听。只听他心脏、肺脏的一个问题，听他脖子，所以听他脖子的时候，就发现他脖子的动脉，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很明显狭窄的这个状况啊，这里有很明显狭窄的这个状况，所以这就会杂音产生出来。光用听诊器的听音的一个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颈动脉是狭窄的。这个后续当然就需要考虑，像这样严重的病人，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刀。的一个问题，当然药物的一个治疗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配合才能够预防这些暂时性的一个缺血变成永久的一个缺血啊。真正的天使啊，现代版的天使啊，带来的是收获的满满跟心灵的富足。感谢收看。